本期节目，我想讲讲一个在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作家村上春树。几乎所有人都读过村上，他一度被烙为文青作家和诺贝尔奖陪跑者的印记。我们以为我们理解村上，但所谓理解通常不过是误解的总和。在村上一本名为《地下》的书中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：在一个巨大的恐怖事件中，真正可怕的是那件事情中的巨大的无名性。村上正因为对于无名性的恐惧，他在东京沙林毒气事件发生之后，放下手中写小说的笔，而去采访了当时遭受恐怖袭击的上班乘客、乘务员、站长，还有遇难者的家人。随后又出版了《地下二》，尝试去揭露施害方奥姆真理教内部成员的动机和潜在原因。村上发现了过去到现在深深沉淀在日本民众内心深处的暴力性，还有高度发展的社会让人们丧失了自身的故事性，从而诱发出那杀人的暴力。就像鲁迅先生口中的吃人一样，最早村上写《且听风吟》时，借鼠的嘴说出了自己不想写涉及暴力和性的小说。但是我们在挪威的森林中看到了性，在拧发条鸟的年代记中看到了象征暴力的棒球棍，而海边的卡夫卡则更加露骨地写性和暴力，甚至在我方才提到的《地下》中，村上本人直接地出面斥责暴力。村上在逐步放下早先的固执，担负起身为一个作家的责任，从卓越逐渐变成伟大。性和暴力几乎是所有伟大作家都要染指的，文明的形成条件是压抑人的本能，而在历史行进的过程中，这些本能在一次次冲击着文明。当海明威、钱德勒、太宰治、菲茨杰拉德用那个时代的语言记录了这些本能和文明的冲突，写成故事，成为文学。文学让人自省，我们总说要多读书，多读书。我认为读书不是为了从字里行间榨取知识，也不是为了能在泰山加井上引经据典，而是让我们爬出深深的洞穴，让太阳光照透自己身体中的血液，让我们以自己的形状活下去。期待骑士团长杀人事件的译本在国内上架。未来我会出一周的村上作品专栏介绍，看看村上的长短篇小说、访谈、游记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是狂阿迷，喜欢我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博、微信公众号，和我分享你的文学生命吧。